大家好，这里是王老师学中文，我是王老师。又到了我们学习写汉字的时候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学习五个汉字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。好，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这五个汉字。时，时，起，起，票，票，便，便，妻，妻。
好，今天的汉字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